现在第四届了。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第四届 M 莉莉孟百合杯八强战的对局。现在剩下的呢，全部都是中国棋手了哈。首先为大家带来的这盘棋呢，是柯洁对阵范廷钰。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于斌九段。于老师您好。哎，你好啊，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这盘棋我们很高兴，就看棋都没什么压力，反正都是中国棋手。于老师，当时八强的时候，应该我们占七位棋手，是的，是的。而且韩国棋手好像已经全部被淘汰了，对对，是的。所以当时好像韩国棋迷还闹过一点情绪，日本棋手进了一位，也是伊里辽。这个比赛应该八强赛原定计划，我记得在3、4月份举行的。但是正好疫情来了嘛，所以呢也是。当时呢就安排那个国外棋手来不了，所以安排先下了，好像下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对对。然后呢剩下的那个六位那个中国棋手呢，就是因为是中国棋手对决呢，等到疫情好一点以后，争取面对面下。这是也是赞助商的那个想法，所以呢终于到了今天安排开了，可以面对面下了。对，这个比赛现在是在江苏的如皋进行的，也就是在孟百合的基地啊。那个孟百合杯是如皋的一个企业叫孟百合，对，是做那个名利孟百合床垫的一个企业赞助，所以呢这个比赛要在他们那个家乡举行。没错。好，我们来看棋吧。好的。第一步呢下小目。黑棋。有一些前方的画面我们先看一下。好。好。他们正在对局。来，我们看棋。那黑一那个这盘棋是范廷钰黑棋，应该您是拆先的。范廷钰对阵柯洁。另外两盘呢是孟泰林对许家阳，还有一盘是米玉婷对那个谢尔豪。是的。一会儿我们解说那盘。一开始范廷钰是两个小目。接下来三三也只有一个三三好点了。反正现在向小目守了个守那个二尖高跳手脚，反正原来也有。原来也有，对，也有这样的，但是现在就变成第一选了，好像反而是像无忧角啊大飞角啊，都没这个多。这四个原来是四个位置，应该说是这个最少啊，无忧角最多，我觉得这俩差不多。现在呢变成反过来，他和那个无忧角换了一个儿，二阶高跳最多，无忧角最少，也有人守倒是。五六挂了一个。挂要加的话就得有研究。我前几天还正好也在天元卫视讲棋吧，就讲到看到那个陶心兰跟柯洁，那个陶心兰就二阶高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研究，估计是有研究。后来柯洁嘛还闪了一下，就是又怕你有研究，因为二阶高将一般 AI 都推荐飞的嘛。对对对。既然你二阶高将呢，那估计你飞有所准备，所以当时柯洁吧，这边可能是白的一个呗，他反加。这边是那样的，他反加，这不太一样，这个形式。他希望反加，那你可能没准备，结果人陶心兰仍然有准备，准备的很全面，看起来。这盘呢，反正正常小尖，现在看到挂小尖一个或者飞一个，就有点原来挂心啊，对，你小飞或者跳一个，这意思差不多，不是小飞就是跳，反而加不管在哪加都得有研究，我印象中陶心兰嘛有这个，王成新呢有一间高加，
王晨曦、嗯哦、王晨曦一见高家没了、就是、一见高家是吧、嗯、但别的棋手呢大部分棋手还是就尖和小飞最多、嗯、是的、嗯、小尖小尖、嗯、这棋呢是这样子就觉得是不是、正常来说的话于老师这个时候白棋想是不是要拆呢比如说拆个二或者是高拆是不是觉得奇怪这拆一个最正常了、嗯、没毛病我你问 AI 我觉得这也不至于降分对呀、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就是二尖低加现在有流行过一阵、嗯、人家还问这二尖低加我说这个里面的变化也搞不清、嗯、那人家就说其实能不能脱先呢那我说你脱先的话就等于人家尖你没拆嘛被人家夹住了好像、但是 AI 不是这脱先它比这个严厉、AI 是手左上的这是我背下来的、哦、它是飞的是吧、对如果是尖这个也是一尖低加你要脱先也是要尖的、所以说、这个和加也不是说一定怕脱先、还是怕这个飞压哦，飞压哎，不管一间加哪个都是飞压、除了一间高加啊、如果一间低加就冲断打了虎以后一个点子，如果二间低加就断完以后，好像是长串。啊、哦，是的，二间低加是长，然后黑棋断，黑棋长，是吧、二间高加呢？是贴。对，是的。总之这里面都已经是满满的套路了。咱们今天没下出来，也不要说了。每个加的不一样，说不一样。加的不一样，变化太多了。我说如果加黑棋、白棋要脱先的话、好像最担心的，反 AI 的第一推荐是这步飞。哦，是这样的，它是飞这个的。这个你可能。他不说的之前啊想不到啊、我们真的没有这感觉、确实是这个这样或者甚至有的时候先尖就说直接尖顶哎直接尖顶哦但是先尖嗯他是尖了以后呢白棋呢是小飞的嗯哎从第一感确实很想走这边因为对呀、我也不想拆嘛难道说我当然我们那时候的理论啊、是这样因为贴七目半对对对贴青木半呢自从改了青木半以后啊、我就第一有这个感觉就是作为白的一方尽量就是把他那个黑棋的那个子力啊打散对啊对啊打散你贴木就不容易贴没错把局面倒向你这种尽快的官子状态青木半就重所以呢我们就本能的如果拿了白棋要我下我肯定在这边下哦对我下因为你下了这边以后黑棋的模样啊各种那种配置啊、都可以烟消云散是这步也不是坏棋、但是 AI 很有意思这也我也是感想他在布局的时候啊其实他到后面可能有一种怎么样下在哪里都差不了太多我们那时候老师还教要守嘛要先守小木的脚哎他无所谓他先守新脚跟先守小木脚无所谓的哎像这种像刚才我的理论就是说作为白的一方大贴木嘛大贴木青木半叫大贴木那么尽量就是把黑棋这分开对对分开以后呢你的贴木就比较重这个我们是这种理论啊AI 它不是这样的AI 它啪就给你一个胜率啊这个是56这个是 55.8 没什么区别就不在意就不在这一点反正胜负那黑棋就加住你了、黑棋也是选加当然黑棋挂角这个可能也行我没跑 AI 我觉得都差不多对、白棋在手里搭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格局比如说白棋选了这个呢我那个时候也是一种格局就是假如说你对自己力量有自信就是我呢因为对后面的东西有太多的不解的地方嘛很茫然的时候是就是白的一方假如你就自顾自布一个阵势那其实比较适合呢你对一个比如说你的胜率不高或对方比较强的让那个局势呢往大形势方向发展这样呢各为一边那对方如果出一个错呢就难以挽回哎这个容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弱的一方容易取胜他有可能有双方都有犯大错误的机会举例来说这样的格局就双方就要比拼功夫的概率大没错你如果是这样的现在刚才这格局如果黑棋在拆刀边你过去肯定黑棋就拆边了嘛就正常。他就是拆的。哎如果拆边那黑棋这边有个模样白棋自己也有一个阵势这时候呢在各方的阵势里面
你这个相对来说你掌握就难嘛，你有可能出路就比较大嘛，出路比较大七木半就没关系了，或者你水平高一点你犯一个错误。这可能也是柯洁针对范廷钰所做的一个就调整他的一个下法，因为范廷钰大家都知道他酷爱实地而且擅长收术，他就喜欢你为一个大模样，他很擅长植物的，但是你让他为可能就不一样了。白棋可能是自己选，特别是小黑，当然猜这个二就没问题。这个格局啊，我觉得也就白棋自己选的。对，是的，胜率可能也是差不多。这还早得很。但是那个格局，一盘棋的格局就已经定掉了。是。白棋拆三。白棋拆三。黑棋。黑棋走了这儿。对。这个改良版啊。这个形状我们以前也经常下手，因为尖啊或者什么都挺多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只会这两招。尖顶或者飞罩是吧？飞罩。飞罩。尖顶呢就比较结实。比较结实。如果飞呢这脚上还有点利用。是的是的。在我们那时候基本上这两步。但是后来 AI 呢很多推荐，为什么说改良版呢？AI 很多时候是选择这个、跳的。刚开始我对这个很不理解，因为这地方呢问题啊很大，比如说一飞。但是他黑的认为在这地方啊就是说出点棋没关系，但是小了在这些利用它就不好办了。反正 AI 是一直是强调在这儿的。今天这个改良版我不知道。我下过这步棋，我还挺欣赏这步棋的，说真的。我自己下过。可能是不是跟对杀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棋呢我很清楚，它飞的时候这里面肯定是有棋的，毫无疑问。是不是从这杀的时候正好这个字有关系？不，他不打算杀他就是让他在里面活，他就外面这个收一下就行了。我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这个字和这个字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哦，那我就不能解释。这可能跳在这儿的，他飞完了靠完了一级，是不是？就活。对对，很啊，这样就靠这个的时候，但靠这个这小的有可能扳死啊，这个不好掌握。那现在如果顶的话，靠了挤这个，他也是容易活的，反正但肯定有棋，就是说他是不打算杀他的这里面。如果是这样，我看他还有一个是这个比较常用的图，打吃完。这个以前我们在这的时候已经发明这个了。对他照在这里呢，因为脚上还是有很多借用，我们照在这的时候只说这样打，那时候已经发明一点就死了。哦，你是冲这个也是断。哦，也是断。冲这个也是断，反正就是要断的是吧。就死了。但是呢因为这个位置不好呢，他冲的时候呢你不能挡，当他拐先手他就这样活了。所以你这时候只有反冲，这个位置就不好了。就所以我怀疑他走到这儿是不是跟这个的区别就是跟这个配置有关系。这样的时候呢你叫吃这个呢，他飞冲这手不能断了，只能退。也许他觉得这样更好一点。不知道这反正这部小飞我是第一次看见。AI 是不是推荐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但是我相信这个黑棋因为有像这个局面他经常下嘛，范廷钰。我认为他有时间准备。他一定是跑过这两步，虽然 AI 第一推荐可能是这一步。但这一步可能也只差零点几个百分点。所以他可以选一个，起码是你没见过吧。飞一个，然后白棋挂进去了。在这儿。有意思的挂。这个打入的地方也挺有意思的。这一般想着这种地方是不是高打的。对，我第一感是打不高的。好像没有往这儿打入的感觉。不知道。这他的有的感觉也是可能。不过他确实也没怎么加点，可能也都平时准备过。现在你要布局就寥寥数字，比如说这种局面，要想他们职业高手下出一步降很多点的不容易。对，是的。这步棋呢，我觉得就印证了我对柯洁的看法。反正他的棋总是出乎意料的。我们以前呢，就是讲我们以前那个，现在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 AI 的胜率嘛，对，就只能是就凭我们自己人类所能懂的语言去判断。我们那时候认为呢，像这老师讲这样的拆边的时候，
总是给自己留一线，就留一个叉的地方。嗯，在你打入进来，我还可以留个叉，是，这是正常的。是，这就过了，因为你叉在给自己只留了叉一的位置，那人家肯定要敲进来，人家敲进来，这时候你要反夹。嗯，这时候你这个子呢，你没有差的余地，人家跳起来的时候，就人家比你先快一拍，就变成呢，跟别人差是一样的，就是你这还留的还少，嗯，你宽一路呢就会好一点。也就是那时候理论，就我猜到这个为什么选择猜这个呢？嗯，就是下步你打进来的话，或者你打这个的话，哦，对，就等于你逼过头了。哎，你猜的时候老师不让你猜的吗？远了。哎，老师没说让你猜那么远啊。这那时候说墙壁之间你要留有一点余地嘛。结果呢，等于我先走了一步。你如果马上打路，嗯，那么就相当于你猜远了。啊，哦，哎，但当时而且你这边还有那么大场比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都不看，像这样的棋，一般来说是会先选别的大场。嗯。猜底下是吧？哎，他我这边我先走嘛，嗯。如果我先走这个，等于我是走了一个位置不好的子嘛。嗯，哎，啊，不过这是我们那个人类能听懂的语言，但是 AI 跑这个跑那个胜率差不多啊。他走的这个，然后黑棋尖冲。黑棋尖冲，嗯。不要以为范廷钰他就不会围模样了，围了给你看看。不要以为他不会围。靠。靠了一个。这靠挺有意思的，他肯定是不是争执还是有利吗？争执还有利，这个争执是非常关键的。嗯，如果争执白棋有利的话，白棋一般，黑棋白棋不能断。断了被争掉了这颗子，嗯，但是现在争不掉。他为什么尖冲是不理呢？他如果贴一下，可能就不管贴哪交换一个，嗯，争执可能就有问题了。没错没错，他趁到这个时候这一刹那。它是有利的，嗯，这时候别看这有个子争不掉，对，哎，这靠这个是争子要有利。第二个呢，它还有一个诀窍，就是这边的有子，哦，如果没有子的话呢，黑棋可以退，嗯，这个也倒是也是一个大差不离的变化，但是白棋没有必要先交换，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嗯。嗯，黑棋一退，肯定是好像白棋少掉点一点分，不便宜。嗯，当然白黑棋争执有利就把你争死了。嗯，争执不利呢，他可以退。那么白棋在这边有子的时候呢，他可以打过来。对，打了爬出来是吧？嗯，哦，这样。有这个子就赢。嗯，不然的话，他退你爬，他打一下。那这个扳。就被这个藏过来了，对，这个藏过来了，所以要这地方有救一点情况下可以爬过来，嗯，是靠断的。从那个白棋这时候设计来说，他尖冲的一刹那他就脱先来说，第一他认为你这尖冲正好这么一小会儿功夫呢，你是没顶到真的，嗯，那么我靠成你。第二个呢，我这有个子，对，所以我解读那个白棋的思路是这样的，这个也挺神奇的。本来以为黑棋走一个基本上是引刀争的感觉，结果一看发现没引着。我觉得黑棋这个一个呢，反正是 AI 老推荐这个，对他老推荐这个。第二个呢，这地方如果走两个呢，站先走的呢，嗯，就防了这边。对，没错，这边再靠就不一样了。对，靠就不能靠了。嗯，只要黑棋真的有利，靠就不能靠。嗯，啊。那我觉得黑棋本来是这个意思，结果没有想到白棋呢直接就靠，单靠，然后黑棋，啊，黑棋肯定长角，他们这个有共同语言嘛？我像他这个靠的时候，肯定是告诉你这个意思了。对，既然我都读懂了，他我相信那个范廷钰肯定也是明白这个意思。你，嗯，仔细一瞅，虽然这个子争子争不掉，嗯，争不掉呢，你既然你要求爬过。我就不给，哎，对，但实际上，嗯，我看了一下 AI， 爬过呢，不一定便宜。哦，白棋就这盘棋不一定便宜。嗯，有很多情况下断了爬过是不错的。嗯，但这盘棋来说，反正因为这边的配置关系，外面而且黑棋都全部走到大场上，你这边的局面，嗯，如果这边是模样，黑棋比如说在攻击这个范围中被爬过就不看了。嗯，那是。哎，嗯，现在呢？这个爬过以后，将来黑棋还能顶了搬过来，嗯，还能顶了搬过来，这半边呢也能贴下去比较严厉，所以 AI 的推荐呢，黑棋
就这样就算了。哎，就中计，那没办法，那针子你有命嘛，哎，就不能扔掉。哎，你也只有打过来，打过来就算了。现在突然明白白棋刚才为什么打在这里的，估计就是看着这跟脚有关系。哦，你说的对，是吧？要如果再高的话，这个就不行了。我本能了，那时候本来不知道他为什么打在那儿。他就说，如果黑棋尖什么地方，他也是这么一靠，刷盘。估计他是这个意思。他看到这边正直有力的，是的，是的。你稍微硬不好，我就一靠，一靠我二路就哗就爬过来了。是的，你又不肯在这地方再加一刀，那肯定不肯。这个意思。他刚才于老师说的是这样，就是说即使让白棋爬过来的话，好像白棋也不赚。不是我说是那个 AI 说的、我当时如果一下棋的时候一看，哎呦，对方设计的好啊，你就要爬过、那一般我没有跑过 AI 或者不知道的时候、那你要的东西我就不给嘛、换一个双方反正定式差不多的定式。是的。实在我估计范婷跟我的思想一样，那我总是不让你得逞，不让你得逞，不能让你得逞。本来退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变化，不退一个，我看你跑了一些 AI 啊，绝大部分都就觉得好像稍亏一点，稍亏一点。有经常有这样的形式。AI 它不怕打模样，有这边黑棋，比如说一台后士啊，这一盘后士踩上中央吧，它就一打路，一打路呢你就接。尖完一跳，这是我们经常人类经常攻击的方式，或者飞。哎，他这时候就一靠。如果白棋正直有力，非常的严厉，他这时候要求爬过来，他在你的势力范围这么爬过来，你的后势都废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退一个，那时候也是只能退。其实我挺不甘心的，于老师。比如说，我就很想，比如说我想反击哦，我往这边尝行不行？他搬。哦，他搬我还是很难受。关键他要。这只有他要跟你杀的哦，是这样。不然他要搬出来，他要连番搬出来。他你搬这个，他也是搬这个的。反正他要切断我。他要切断你的。他要切断。他是左右弃子。你不要以为好像很。他因为他有这两颗子，他在你的势力范围内呢，他就把你断开以后，我取一边。对对对。你如果倒火的话，他也是搬断这个。我明白了，他还是很灵活的棋，确实。反正。我就印象中这靠是退，这样呢，黑棋是无奈这样。那这被白棋好像处理得很轻松，感觉。那今天我们的配置这样的。总之呢，范廷玉估计也就是想着，是吧？不给你得逞，这里不能让你下成你想要下的那个样子。正常的，我觉得是拐一个的。这个今天冲有了。按理说是拐过，但是他好像不太愿意，看起来。拐过是稍微有点不太甘心，而且他这个已经完成任务，他就可以又可以贴这个。对对。剩下你再政治有力没用了，我那事儿干完了。是。所以可能范廷有点不太甘心，藏一个。藏一个呢，白棋呢，他如果接上拐。那还行。那拐一个还行。对。但是白棋他假设这个地方有子的话。那要顶了吧。他是可以顶的。这个效率就不一样了。没错。就顶一个黑棋挺难受，我觉得。对，这是有顶。所以作为白的一方呢，没交换这个之前，白棋可能会在外面下。所以这步长拐的在的一手就干净了。没错。实战他黑棋不甘心，白棋贴起来。然后黑棋跳下去。哇，这跳下去我是强烈反对。以前我跟那个学生讲棋的时候，我说那个学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就是说你去花了投资去分段人家。就是像这个阻断你是投资了的投资肯定要回报，就是说你外面的控制呢力足够他不可能白棋这两个字不可能把这个头挖过来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投资能收回来，比如说你让他一直往中间跳，你这样往里头赶过来还能发挥作用。但是你外面如果不子力不够，如果中央被人家控制，假如被人家控制，那你就发现你这颗子不如先抢中央的头，就是你投资上你的力量不足的，就是你的外围势力不够的情况下你这个有可能落空，就成为一个官子。所以我下这种我一定要小心，我觉得。跳下去。你看白棋比如说这个先手。对。然后再投一撇过来，这颗子就我觉得这个时候这颗子就不如外面好。那倒是。没错。范廷玉有这个感觉，我这盘下了现在别的我都能理解。比如说一靠。
他查这个，这个是他判断不清被爬过去怎么样嘛？我这时候又不拿我用 AI 作弊是吧？我又不能问这时候怎么样？那么你要的东西我就不给。是。然后这个本来是拐一个的，心里有点不甘心，尝一个，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这部戏我总觉得，要我的第一感是不应该是下这的。我特别，我觉得外面还是控制不住。就是很有可能这部戏成为一部就是效率不高的戏。白起飞了一个，白起飞，白起飞这个也可以，对他反正就是往中间出一下头，和这两个叫剑合就好。这个倒是很也很清晰感觉，所以这个也一样，在这部还是有一顶，是的，是的。你觉得这个长以后，他的黑白起不用接这个还是有区别的，飞，黑起是跳。这部戏还是很有价值。他比冲那个觉得效率高。对，跳在上面总感觉好一点。冲到这儿是有点亏了，等于这地方又这样花了三手了。是。比刚才那个差一还要防守的厉害。这个肯定比效率比这个还低。比这个 AI 是对这个绝对持批判态度了。这样的。这所以他追求效率稍微更高一点。没错。但这样的话，白棋这个顶还有鲜味儿。要不然再查还有一顶是吧？靠一个黑棋搬一个。对。长。这时候其实这个顶是要点。顶到的话，你这还得。还是难受。你还得接这个，我可以接。估计得接上，接要不顶一个，这只能飞在这儿。对，就很不舒服。然后这边呢要加死，所以应该这两个剑合，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形状。他就是这样的，然后把这个就赶紧剪出来，剪。这个时候就感觉就不跳下去。不过他白棋实战选了这个飞，他可能忘了顶了，忘顶了。他靠这个是，我觉得是为了顶去，因为靠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跳来说，这个顶是要点嘛。对啊，你也不会暂时我靠的时候你不会顶的时候，那就是你来不及，对我这个时候今天就应该顶。虽然这个打路非常大，打路有可能反客为主嘛，但这个顶是先手。对啊，这黑棋不能不应吧。然后顶掉，然后再把这个飞出。这你也不可能压着走再飞出去。对。这样的形状比较好。这个顶一会儿能顶到。顶一飞还被顶一下。这个味道很麻烦的，可能还可以靠这个。这个就是随时有这个。没错。断先手，所以你跳我一飞先跳完一飞的话，这半边就薄得很。这个形状摆的是我觉得是白棋理想的。黑棋我是反对这步棋。现在看起来黑棋的方向很腻。不，黑棋这种棋啊没下到这儿，下到外面就对了。对，就这种棋的有一点。就中间没控制住的时候你先去分断人家，那不如是走到外面。走到外面你这个关子时候就好了嘛。他可能在跳下去之前他也不知道走哪儿是吧。或者这两个不交换也没关系。就这两手不交换，那你将来是从外面走的，不会在这儿走。那或者这个就别跳，直接跳那个算了。总之下来外面，这个投资有点大。不过白棋呢没顶这个，他没顶着这一下，好像差很多。这个直接飞回去了，这个被黑棋顶了。这个顶确实是要点，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这是。这个顶等于冲加冲拐是先手，拐先手的话，这边已经差好多目了，眼位啊各方面都差，你看可原来双板凳飞，对啊，因为味道都差很远。顶这杯待会儿就白棋黑棋顶到这个稍微缓和一点。白棋飞出来。黑棋跳上靠。白。对。这时候他靠是想防先想先手的，想把先手补断是吧？搬一下，还没补住，断这个。这断和退把这个角就卖了。是的。现在黑棋到先手补住了。先手补住了，赶紧拐一下。这拐是好心。拐的白棋有点难受。白棋要是贴这个考验，贴这个的话，可能这边再一场。这下的好难受，我觉得。一圆这个，也很无奈，看起来。圆这个他再可以加这个。形状好一点。
加黑棋接的话，白棋并了之后接着就安全了。如果这个子在这儿的话，这个接这有间断。其实先问你一下，走哪个？这有走。那这还是有这有几段，所以这拐是问一下黑白棋到底要哪个。那白棋实战是他团住了。团住，他说这个黑棋有。不知道黑棋是不是就补一个算了？这个没有，这是这个长没有。这样黑棋可能要补一个，不然长过来有问。他如果在这儿呢，这个长其实没关系，这个冲是先手啊，这样可以打得上。我觉得他问这个的是这个意思啊。我的理解这样，把这个抱死，冲这个冲是先手，就先把这个圆子冲的时候再冲这个就可以了。就这个冲先手在长这个没有关系嘛。对。冲完应该是拐这个的，实战黑棋还是虎在这。虎的。这个我不，一贴这个应该是虎在这，我觉得。这样，未来长了，因为这边长了有打吃嘛。这样虎这个。不太明白。或者先长吧，以后有机会把这个虎住。实际上他圆这个，他也是虎的。黑色虎了一个。补了一个黑棋是小尖刺，刺在这儿了。它形状的拿捏啊，假如你接上的话，它虎在这，这是我觉得摆一下白棋的穿好的，然后你接上再加出去。就是白棋的，因为你如果单打的话，它起码可以虎在这。刚才其实也可以，它可以打了提掉。然后再尝一个，就是不用走了，还是要尝一个。他不走的话，不走暂时是断不掉，但是这个棋形看起来有点先尝，以后可以尝的这。对，先把这虎掉可以尝的这。但这被一打也是很没没。虎在这儿，退在这儿没问题啊，打反打。对，就这我知道，这不知道刚才没麻木，这时候能不能先虎一下？他就是先虎，被人家刺的时候他就赶紧先虎。刺的时候可以先虎，拍这个的时候虎打，这时候打不怕，打完就断不了了。可能这时候虎一下是机会，实在反正柯洁是要刺的。咱们这个欣赏就好了。这种细节地方，这个是其实很考验。要是样样都这种细节地方，你如果完全信任别对方，那就那你肯定要找出一点问题来，不然的话人家都如愿了，比如说柯洁他这样都如愿了再加出去，肯定是不肯的。是就要把它拿捏好了，其实很费功夫。他吃这个呢，他虎扎一下以后实在非常长。是。长，我们看吧。白棋是靠加了一个加，然后黑棋冲，黑棋如果这时候接上的话，白棋应该是可以接上，然后他再把这个接上吗？这接上对吗？这是这么接的吗？可以这么接，接这猴先手，哎，接这个还可以考验一下，那白棋走哪个了？白棋要不先吃这个，先看你怎么走。他也是冲完抽掉再把这接上，冲完或者单接这个，其实有黑棋再把这个接回来，这等于这个猴就有了。现在黑棋没有接，实在没有接他的思想，黑棋这个看起来今天挺火爆啊，棋下的直接冲断了。正常是我觉得把这个接上。对啊，按理说是要接上，然后我想按照黑棋现在就要冲断的这个意思。他冲断的意思就是这个，如果就相当于打吃，你如果接上的话，我贴先手直接把你俩干掉，这俩都不接了。哦，那我就尝出来了是吧？我接了，那还接什么呀？不，反过来把你俩干掉，我就不接了呗。他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拔掉的断头都没有了，也很重要，所以这地方判断很难。实际上冲断，白棋把这个吃掉，吃了。然后黑棋贴了一个，黑贴，白棋跳，黑棋打四，提掉，把这个尝出来了，哇，那能尝在这儿吃的话，那觉得白棋好像
这不是都废了？原来白起的理想啊，当然这个纸肯定不是这样，是希望你接我打次游街。现在让他们查来查去的，这个白起肯定气不过，气不过。我想好像之前一个是 LG 还是什么比赛，他们俩碰到的时候，柯洁中盘的时候，我们以为他会往外跑一个，结果他知大龙与不顾在别的地方抢了一个，然后我们说这估计已经谈不拢了，就那个当时解说的是彭全，他说这俩人如果说本来是朋友的话，那估计这盘棋下完了朋友做不成了，然后这盘棋看起来这个范廷钰下的就比较激烈一些，感觉也就是从白44开始的设计，他希望吃到两下，黑棋呢是用这个长，你这肯定要加，对对，用冲断这个先手卖掉以后，用这个贴先手就获得这个先手，这个先手反吃，思路也很敏捷啊。而且他现在已经把它断开了，他这边白棋提掉一个子并没有伤及这底下的空啊，他回头跳一个不还是空吗？底下这个该冲的也冲着了，你这还没占上，这形状都很完全，等于这个子是掉的，冲的话人家要就把冲断了，这两个被吃掉可能是我觉得好像白棋不太对了，这会儿看起来现在我看看这胜率，黑棋是81还是61啊，看不清，就现在的胜率是吧？这个是什么地方看胜率？在那看胜率。哦，总之第60手是吧？那黑棋它显示的是变化图是黑61，黑61，也就到这为止是黑棋61。那也就涨了十几个点，区别也不是太大。不，黑棋本来是要只有40%啊，开局的时候就涨了。特别是我觉得跳了这个以后，20多个点，40个点都应该不到。我应该跳完这个40不到，这步跳肯定是问题。但现在已经60多了，你可能黑白棋这步尖有点问题。有点那个，它是下到这儿的时候显示黑棋的胜率是61%。这两手黑棋应该是愉快的接受。对。因为如果白棋要本手把这地方补一手的话，将来这个地方很想。反正还得还得你相当于你要补一个了这空你得补一个当然你会补大一点，总之你补一手才归你嘛，但是我在你补的地方我正中地方下两个，这可应该也是柯洁的思想，可能是争了鸡先手把这个跑出来，我觉得思想他认为这两个计算没死，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包括这两个子不能这样就被吃了吧，这个恐怕是不能接受的，这两个手也他先交换掉了，他如果保留一下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交换掉，没什么意义啊。保留，假如说保留的话，以后有可能不保留的话，我将来一双，这个挡就先手，这个我一双就没眼了。对，现在呢，你一双我还有眼，这对黑棋的眼位是不一样的，目数可能差不多，因为黑棋交换这个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先拐一个跟他交换是吧，那估计黑棋不会下。目没什么区别。是。不过有一点区别，我现在看到就是白棋眼位不知道有没有区别。就贴完以后会不会有眼，刚才走完肯定没有眼了。可能柯洁觉得这地方有眼。他这底下倒虎一个有个眼。可能也就自己的眼，对黑棋的眼肯定是不走好，这样有个眼，目数肯定也是不走好，是啊，目数也是不走好，黑棋肯定不会先走的，他拐冲跟他交换的话跟这块棋有关系肯定。这反正柯洁可能是把全部加厚，因为从这一间就要战斗，假如黑棋从这藏出来，白棋这块有可能有不活，对，所以他不愿意被这个交换掉，自己一个眼都没有，他这里底下留了半个眼，对，待会倒虎，他认为是半个眼，是半个眼，实际上是不是半个眼这样的他我觉得从这几步从这几步来看，柯洁的理论呢是所有的一切我把该定型的定型掉，该半个眼半个眼捞掉，最终是在这里边一决胜负。他这个虎一个被拐冲的话，单只是个至少是个打劫眼，这地方有可能，我觉得柯洁有误算，不然他不会和交换那个。对，交换好像挺损的感觉。贴。长一个，然后把这个接一下。接上。跳。跳加。那这样倒是白棋可以往这儿冲过来。这个基本上从白棋一尖开始，就基本上一本道了。
是，非就是白棋可以不贪吃，要不这个时候拐外面算了，拐外面叫吃搬出啊，搬出或者退一个就可以，退一个，这样白棋是后手，但是白棋呢外面一下就是白的，实战呢白棋也是后手，但是外面全是黑的，白棋稍微得了点目，目好像也不怎么赚，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黑棋没眼，这大概也就差了十来目，差了十来目，但是外面差好多。如果是那样的话，白棋还可以修正主意啊，在这个的时候可以单扳，如果想死的话，想死的话就有别的办法。单扳这个是，我却就是从刚才的图开始修正的话，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个扳一个，单扳它是断吗？断我就退一个。单扳就退是吧？这个退下来全是线索，虎队的线索。这样白棋同样后手，白棋外面是白茫茫的，插不下进不去啊，外面木也不一，这外面木还多呢，就虎还先手，拐也三个都先手。我觉得这地方这个图可能柯洁好像有误算。刚才我漏一眼，好像黑棋把这吃了以后只有零头了。胜率已经只有零头了。就其实所有的胜负就是我觉得。就白棋是吧，吃了三个子以后。这白棋就柯洁吧。柯洁这盘棋在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一点进了，有点魔障了。他就觉得我出来我算对杀。我快一棋。但是他今天就没想快一棋是不是划算。这个没想，他如果想到这个划算问题，他这个可能也不应该交换。这边既然没那么严厉，那么他我建议他还是先跳中央，就这都不损，这俩也不损，先跳中央，把这个中央走后，然后这边呢随时保留这弃子的办法，你补一手我们就拉倒，然后这边呢保留打进去的办法。如果那样的话，刚才我们看到白棋交换了这两手以后，白棋还是有40%。对，我不知道如果不交换这两个白棋先走中央的话会怎么样，就中央淡淡的跳一个，就不要虎那一下是吧，不等你顶了跳出来我再虎你不顶了跳出来我就不虎了嘛以后就有可能中间吃了我就直接又掏进去了嘛然后这半边留着弃子的办法，留着煎了搬这个的办法，或者这都不走直接煎了搬可能也可以，这直接搬煎了搬这样也不错，这虎先手你中间还不能动，我中间暂时死不了，如果是这么一个局面，现在仔细回味的话，这个局面这个好像感觉好多了你如果搬我退，总之我就不连就是不连是吧，就是不连那黑棋得连呢，黑棋如果不走连我一弄来断在外面，再断这儿是吧，我永远不走这两个，黑棋被断了挺难受的，我觉得。见这个时候这步长好像是挺关键的一步坏棋。等于从此以后你再气，刚才我这一步气的已经不咋地了。刚才如果从这样气的就不咋地了，如果这样这时候已经比刚才好像差挺远的了。对，这个好像味道没那么好。因为这个子不应该走，这子应该接在这儿这个接不接的我再说。是的。所以走了这一步就已经不对了，这应该单扳。然后这俩时候呢，他做的准备工作呢，又是棋盘变小。他是这样的，于老师，这个图，帮我退呢？接上。那我还可以断呢。断这个是吧？那我就先断一下，看看能不能行。这是不是太冒险了？感觉，这要打这个的话，是不是被您粘出来了？我很怕粘出来呗。这刀我赌黑到最后的时候再粘，你的断。那这个不成立，打的时候我不说这粘，我等你跑两下再粘你更不行。跑两下再粘上了是吧？那我你贴下来我一接，前后都不行，感觉不太行。这四个字抽不掉嘛？好的。好像这时候这步长好像是比较致命，随手他当时有误区，这我基本上都不用，平常我很多棋讲完我还很想啊问他的问问柯洁你为什么地方下那么臭啊这个对吧人家就90%几了，那但是这我都不用问，我觉得柯洁就一盘棋在这地方打了一下瞌睡，他就一个误区，就觉得你看我一长官你一接把我快一起，然后呢战斗我有利吧所以呢
我把思想工作都给你做了，哎，我把那个看不清的地方都定型，省得一会儿你我杀赢了，好，你把我这坨吃了，对吧？他还想着这样，就别到时候我这都交换不到，这被人家冲了，然后这块死了，哎，他把那些准备工作全部做完，该卖的卖，味道全卖完，结果这边走一臭的，的意思，跟他想象的不一样。这盘可能胜负，我觉得整个一盘就在这个地方。这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柯洁这步棋。你不要以为把人家三个子吃掉就行了，这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概念。当时他就有那么一个感觉，我煎出来，我杀气我赢就行了。对，你把人家吃了三个子，又几目棋啊，同工。对，刚才搬那个，这个长和搬真的差别太大。对，就不能也老有这种概念。是人家三个子没几目，你得看着外面。这白棋还是后手，黑棋外面黑茫茫的一片了。这已经交换掉了。好长一个，这个都有了已经。对，这也交换掉了。然后现在黑棋把这个搬起来，巨大。这样一来的话，那个子的活动性就越来越小了。因为这一般这个吃不掉，这个吃不掉。关键柯洁，我觉得这边还有五成，一盘棋不是一个五六五成，这地方没眼。这个地方是刚才你说是打结眼。对，虎这个一冲一虎。虎在这儿，就这样的棋形被人家单挤，就好像没有一只，我看不出来他怎么做结，我只能看到或者他先急打一下，也是一只打结眼。打结眼，而且无忧解。反正就是打结眼。黑棋是一点忧都没有。对对，你团在这儿，人家打了还可以接上。这简直是。可以立在这儿，我觉得最好可能是立。单立是吧？单立打吃的时候。单立急打就打这个。打这个。那他就挡在这儿。他还可以先挡。单挡。先挡我也是打这个。打这个反正是无忧解。黑棋无忧解，也就这个大王要打无忧解，其实就跟没眼一样啊，我觉得，对吧？那最后基本一样，这么无忧的解就跟差一手棋嘛，就算你打结活了也不行了。所以他这个从这准备开始，包括去吃这三个，最后这个底下是没眼的，这没眼了就黑棋这个长肯定先手啊。你这块已经就是快死了。就他之前这两下准备工作虽然看起来很损目，他显然是在为搭眼准备，然后就这儿动手，结果动手吃三个以后很小，然后吃了个小的地方被人家一扳头就特别难受。然后这个打掉了。这样打不能忘记，高手经常保留忘掉，忘了打被白棋反打一下的时候，白棋有空的时候啊，对，打完打一下，打的时候你不能不要，对，这以后打这就可以不要了，对，有冲断，尝一个，然后贴出来，贴出来，这看起来白棋这块就是很悬了，白棋还要打了病，打了病还不活，已经做不回来，做两有点惨了，也就打了虎一个以后，黑棋外面走一个，白棋再补一个才活，现在打了虎病这个是不活的。他搬上去可能就这个意思，并这个是不活，这挤完还底下可以看作没眼。对，你还得花两水，就是你虎这个黑棋外面走一个，你再做一个才活，但外面就已经快死掉了。对，这忙不过来了，看了白棋已经。我们看看白棋怎么办。白棋是先搬一下。搬这个。跳。黑棋跳，然后白棋跳。黑棋。现在白棋是做不活的。做不活的白棋正常的虎了一下就应该藏一个的，但是藏的话黑棋封住这块就打劫杀了。天，那也太悲惨了一点。这外面黑棋能下两个。那这个被拍的话肯定也是亏的。他如果单虎在这儿的话，这个单虎也不活，掉了不掉也不活，人家就去直接冲一扑一打不就？他冲的时候啊，也是一样，也是底下，反正也是打结眼。打结眼。没区别。这进死了，这个连环结了。这边还一个，这只能那依然不行，只能走这个。依然不行。或者走这个，扑一下击。走这个，这人家最后这个也是。太悲惨了，现在这感觉。他打。长。长。棋。打棋，我们只能看一下。长。长虎。然后黑棋断打，黑棋也打出来，接上，
就打，或者对他团打了一下先。打不打的无所谓。算了，把这个跑了，那白棋不是跑了悲惨，跑了，这边是连扳不死，连扳被打吃，接伤。再一打。只能长了。长。这一盖。打是一滚包，对呀、这不全进去了吗？连扳不死，白棋必须打到这个才行。是，但这下打不到，你打这一下呢，他可以反打。他打这个，打一下打不到，打不到你这块就，他可能这个柯洁在这方又误算了，这块这还欠一手，这做不活，这外面这个棋应该说连连失误，他虽然。最主要还是这个大局失误，我估计这眼位他也有失误的地方。这其实到这棋局就已经结束了。这你这地方的做活的过程中，他走两个就行了，对吧？外面随便走两手，走两个的话，不知道走哪好，这已经不太会了，感觉。我们只能看看了。白棋尝一个。然后黑棋棋，他还把这个接上了，这个比较狠，他算清楚了，就是把这个吃了就行。外面我可以走两个呢，对呀，照什么接？他还把它接上了，哇，他算清了，盯一个。哦，这个不用算清，因为我只要把自己气延长了，这一段以后，跟这边杀气肯定气够就行，挺简单的。你这个必须先防断。黑棋白棋还只有防断，不防断把这个断到的话，已经太清楚了，只有防断。他先跳一下，跳这个，跳完他是应该是算清楚，你挡住的话，他挤掉这个眼杀，我估计是这样，就是说你再既然我跳，或者盯这个我，你肯定做不出眼嘛，盯这个我跳眼，走这个我跳，这样呢他就是不需要在这里面补一个，所以他跳的这个是最高效率的补。现在可以看成这样，就是如果你挡算先手，你走到就这样，或者是白棋加一个不解决问题吧，他就辅助就行了，是吧？就这个虎一个就可以，好像看起来，就拖这个可能更简单，就把我一拖做活就好了。那跟那个都没有关系啊！你要杀我这个只有尖和兵，对吧？要把我这要不然人家就做活了啊。所以眼杀，然后这样，我就看到这样，外面如果说就他走成这样，外面黑棋可以下两个，那还下什么呀？说实话，这一手做活也不太行。这是怎么都不太行了，这。这也是，这外面下两个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下一手一封就封死，但是白棋问题这一手这块就死了，全在那什么，这就完全是属于一种等死的状态，我感觉是。然后黑棋再刺他一下，就是柯洁也有今天呢。这个柯洁这棋，我感觉之前是不是联赛下的有点疲了？这这时候疲劳状好像处于黑棋白了。那个一生下棋的故事。惨剧多了，那我的一辈子那比柯洁惨的也有，这只能说今天我们棋迷们有幸看到了一盘柯洁的惨样，但是一切原因呢也是从这当时就是只想着死活，没有想到人家气质，对对，就这一刹那形成了这个悲壮的局面。这盘你看这副爬也挺有意思，我觉得挺体现那个范廷钰的性格的。那如果说我这怎么应该跳这个啊？我怎么不先把它跳住是吧？正常是，他就完全安全运转嘛。我再补一个，省得我这算错啊！我这一爬，我这一加，我这块活的，这块活的，这边我打劫杀，你这一个人跑着，我连下两个，他也不愿意，就是说，如果封，万一这地方算错了，这其实也算不错啊。这个接可以先接掉，对，这个接可以先接掉。是的，因为这接已经是绝对的先手了。这样接跳出这个气，应该不难算啊？难道还怕算错啊？不明。不明白，我觉得挺简单。不太明白，看着。看吧，当然这也很安全。爬一个，哇，太安全了，这看着实在是。他怕跳这个的时候，要不黑棋挡一个。对对。还在考验一下那个。是。考一下那边的死活计算。现在索性在爬那边都不用算了。白棋加一个。
他肯定是看到这个这款棋是打劫杀，有这储备了一手棋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柯洁是不是看错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没看到这儿有个打劫是吗？没有一个打劫也挺苦的，但还活得也挺惨的，也挺惨的，活得也不太愉快，形势也不是太好，是，好歹还能扛。他可能一直下到下到，然后白棋长一个啊，就夹住，夹。走得很稳，白棋拐一个，白棋拐一个，出手了。这个时候黑棋动手，我估计这时候柯洁才发现不对。对啊，这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一个地方，但是就是容易忽略，就觉得好像这做一个已经活了。他挺怪的，这个地方正好打了，容易忽略。如果这样的形状是，对对，是的，是的，挺容易忽略。先打的，居然这也是活棋，就这个位置，这位置挤完以后打是先手。其实前面我都没看到这里，所以我就以为这，我也以为是胡一个是个眼，结果后来发现不是眼。要是是不是眼的话，当然这也不用走了，大家冲掉呢也好办一点。对呀、啊，还不如走。如果这个冲掉的话，黑白棋只要腾出一空啊，当时吃了这个总不行了。但是如果腾出空，这一反攻还蛮厉害的。对。现在反而交换完，黑棋随时都活起，也攻不了了。什么都不对了。没错。这个就完全不对了。估计下到这儿，柯洁看见下这已经有点冒汗了。他打这个也有点，我觉得怎么一个先立一个或者怎么？先立这个。或者先做个眼。哦，他这样目反而好，柯洁是对的。这样。虽然看人家带下，但自己白棋打赢的话会好一点。哦。哎，白棋打赢会好一点，就黑棋打吃。看上去带下嘛，如果黑棋打赢的话，难看一点，被人家提了。其实反正打赢了。但白棋打赢的话，打白棋如果打不赢的话，那全死了。啊，那是，那柯洁是对的，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比较重。是，哎，我打赢了我好一点，你打赢你就更好，你还是给你好了。反正也就这样了。他是这样的，这个时候白棋直接开劫，然后黑棋在这儿先走了一个。哎，都无所谓了。我给你做眼的机会。哎，我打完再走这个。我给你做眼的机会，白棋跳下去。度过了，他都已经稳得一塌糊涂了。是啊，已经觉得好的不能再行了。全部他的劫都不能补、然后那只有打上去了。他只有虎着打。还真对，只能虎着打。你要提的话，他可以先藏进来，又打更无忧的劫。对啊，那这个劫打起来更难受了就。但这打这个劫，白棋黑棋是可以接上的嘛？是啊。这郁闷就郁闷在这个地方，然后这几五个子已经被干掉了，这在哪儿杀呀？这提过来可以接上吗？这无忧劫，这劫有点惨。哦，那这盘那没意思，有点惨。黑棋随便这个把脚掏了就行。对啊，提了一个。黑棋是接上了吗？对，我看他啊，没接，他拖了一下。哎，他接上好啊，这完全可以接上嘛？我觉得他。不接上，我看看，这接难道看错了？这确实接上好，没看错呀。哦，接上是不是不黑棋不是黑棋不理，白棋不理也是打接上？这一挡进死吗？进死啊！你提我恰打就没眼吧？我没看错吧？我看就这样的话是假眼，全一堆的假眼。那他应该接上啊。我也觉得他应该接上，他只能爬，他还不想损这个木，不会吧？这木不是你提过来有大孙子。对啊，他还要挡他一下，他待会挡他一下不就完了吗？啊，这个接上，外面走两个，不过他本钱大，也不在乎这一点。对，他反正觉得好多了，实在是。端一个大吃。这把脚活了。这棋已经没有意义了。从那个下棋的姿势和各方面来看，应该是白棋没有任何机会了。我也觉得是，白棋好像已经差很多了。这盘今天观众朋友们在这有幸看了一盘柯洁比较惨的棋，但是呢，我觉得精华呢还是在刚才的这个局部。对，这个局部非常关键。后面这都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就下到这儿，反正这个谱也就是到这儿就没再继续了，好，还下了点儿，一样了，这两个还见合。
白棋有完全围不上空了。然后后面还下了一些，那于老师觉得这个可能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就后面跟胜负，白棋这么黑棋这么大的空，这白棋拿什么跟他相比啊？这个刚才这一串太惨了。对啊，这个又被吃了。黑棋已经是踩着非常稳健的步伐，这就度过了，是的，确保胜利了。这肯定是已经不行了，就是虽然可能最后大家看的差距也不是很大，但是。这棋下到这儿肯定是白棋已经不行了，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黑中盘胜啊，范廷钰昂首杀入了四强啊。那么之前呢就是跟伊利聊的对局呢已经在4-5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反正疫情特别的应该是我们中第一局，就是网络对局的第一局，之后就国际比赛各种网络对局就开始了，应该在4月份或者更早一些。那盘其实是谢柯赢了伊利聊，是的，谢柯，然后加上现在那范廷钰，我们四强已经出了两位了。对对对，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将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非常精彩的内战，八强战。好，一会儿见。微信号为。